每与人应酬一分钟，你来我往间便失去了120秒的寿命。想要我做什么？可以直入正题。熊仔熊仔，让我们一起穿越人潮的爱与欢笑，定能治愈一切伤痛。熊仔熊仔，我劝你我熊仔，我劝你休养元气。不要过来！哼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过是些无用的花架子。穿越人潮的爱与欢笑，定能治愈一切伤痛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接下来该去哪里呢？让我来翻翻游览攻略吧。